Hello，大家好，又系我 Venus 啊。今日去咗边度呢？蓝天白云，侧边又有啲游人喎，俾大家望下啦，即刻。哇！其实我系喺中山噶，今日嚟咗利和广场嘅希尔顿酒店60楼。原来系有个城市观景台噶。同大家讲下点样可以上到去城市观景台啦。首先去到利和广场，隔篱会见到希尔顿酒店。酒店大堂电梯可以去到57楼，再转 lift 就可以去到60楼嘅城市观景台门口。行一行楼梯上去就会见到噶啦。我建议可以差唔多日落嘅时候先去，一嚟冇咁晒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影埋中山嘅日落景。喂，响度生活 handle 嘅微信 group 开咗啦，仲唔快啲响度 join 我哋？扫描荧幕 QR code， 我哋等住做你湾区第一班朋友。讲到中山嘅商场，点可以唔介绍利和广场呢？利和广场位于中山三路，我哋喺三乡出发，有公交车可以直接到。而中山三路咧都系主干道，所以有好多公交车都应该会经过嘅。2012年开业嘅利和广场系由利和集团用40亿打造中山首个城市地标综合体，佢亦都荣获多个中山嘅第一，包括第一高塔、首个空中直升机停机坪、首个空中泳池、209米嘅双子塔，东塔系中山国际金融中心，西塔系5星级利和希尔顿酒店，而利和广场就系由国际金融中心、利和广场购物中心、利和希尔顿酒店、利和国际公馆四个板块所造成。一个咁具代表性嘅建筑物，当然就会引入好多国际嘅品牌啦。我哋当日主要都系想睇下观景台，所以商场就比较走马看花少少啦。的确系引入咗唔少嘅国际品牌嘅，而餐厅咧都系设计喺较高楼层。广场亦都设计咗有户外嘅轻餐饮街，一啲市集咧都会喺呢条街度举行嘅。我哋最后去咗书店度行下，饮埋杯咖啡就完成当日嘅旅程啦。